咋了？你为啥？跟古玩城撞了？应该是个警探的那个人。我靠，在古玩城撞了！你给我贪拉乌托欧了，你这货啊！你想开开，不想开不想开的，贪鸡巴怎么地呢？那就是嗯，那反正本身就像那个叫个白，那本身就以前那个。现在的地摊生意非常火爆啊，感觉。今天天气有点阴，今天有点想下雨了，想应该今天人不多。我去买只橘子吧。一个，今天市场人还是挺多的，这是星期六。然后我们今天来这儿逛一逛，看看有什么可以买到的东西。加牛啊，牛啊，牛那是那了，这东西。对呀，我都。这是龙泉窑的，这是，但是应该是窑主出的东西。这七八年借，怎么要借一万多？我没有认识。要借前几年不是专门砍过这鲍鱼几个，当然一年都够钱。要介绍他们，他给钱都预了。这个应该是挺欠的吧？这是今天去市场淘来的一块焊砖，就一个小残片啊，一个小残片，上面是这描刻的应该是一个牛吧，底下是一个老虎，汉代这种东西还是非常的有神韵的，有这种神的这种就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，就是说是已经上升到神的这种东西了，这种味道吧，算是神品吧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更多视频呢可以在下方点击关注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